主持人闪亮登场。感谢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，欢迎来到2022年 Seoul Golf Academy 索菲亚高尔夫学院的年会暨颁奖典礼的现场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女神是我的美女搭档 Ada。谢谢谢谢谢谢三玲姐的介绍，大家给多点掌声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一位 Seoul Golf Academy 的创始人，索菲亚高尔夫球学院院长。Sophia 闪亮登场。是的， Sophia 教练是我们加拿大 GPA 职业 A 级认证教练，是2022年世界前50、加拿大前3的高尔夫教练，同时也是 TPI 认证高级教练，加拿大高尔夫教练协会 CGTF Master Teaching Professional、 US Kids Golf 认证教练、 Cobra Puma Golf 品牌形象大使，同时也是Science Motion 认证推杆教练，以及获得 IGPA 高尔夫心理学认证。有请我们的 Sophia， 我们的大家长为大家发言，谢谢。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啊！刚才有说这个 IGPA 高尔夫心理学认证啊、哦，那也就是说你是心理医生呗，李医生对吧？李医生，我想问你啊、哦，要是打那个球的时候哈，那鸟变鸡怎么办？上课可以有可以有。好，我舞台交给你了啊。好，有请。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。好，大家下午好。5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下着雪，我开车从 Aurora 开到 Markham 的一家室内球馆，给一位给两位一对夫妻来上课。下课后，他们很感激地告诉我说，今天你只有一节课，但是你来回跑了2个小时，他们非常感激。其实我很感谢他们，是早期的这批学生给了我教学的机会，慢慢地让我从一天3节课、5节课到12节课、13节课，慢慢地壮大了我们的教练队伍，让学院一点一点发展，直到今天也能够让我站在这里很自豪地跟大家说这一段话。追逐自己的梦想永远都不晚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有了自己的球馆，自己的教练团队，也有了上千名的学生。作为 Cobra Puma Golf 球具的形象大使，他们跟我说 Seoul Golf 已经不再是多伦多最大的高尔夫学院，而是加拿大最大的高尔夫学院了。这5年有点艰辛，但是我很幸运，因为有我的家人、教练、员工还有朋友们的支持，他们给了我最宝贵的陪伴和值得积累的经验。每当累得说不出话的时候，就又多了一次让经历记录成册的机会。这5年生活和工作很难平衡，在这里我要对我的女儿说很抱歉，因为她总是说我对高尔夫的爱超过了爱她。今天其实她也来了，我希望我能够用对高尔夫的热情来告诉她，做好一件事情就要完全的专注。我真的希望她知道我很爱她。那学生的支持是强大的，我很少做宣传，但是这些年 Seoul Golf 被特别是华人圈越来越多的知道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很多学生来上课的时候，他们会跟我说啊，我问了5个学生或者问5个朋友，他们都推荐你我就来了。其实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感动，这也会让我更有动力来认真地对待和教好每一个学生。很高兴地跟大家说，2023年我们准备要开几家加盟店，我们同时会跟世界顶级的教练和职业选手合作，在课程设计上
以及管理上做到世界的最前沿和最有效。就像老虎伍兹说的那句话，不管你有多强，你可以做到更好。那高尔夫带给我的是在人生路上要不断的奔跑，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不断的吸收新鲜的事物，不断的积累更多的人生阅历。希望我能够把高尔夫这种正直、谦逊、自律、勇敢的运动精神和人生哲理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学生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的每一位能够带领大家打出更好的水平，打出更精彩的人生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，谢谢。